是 Gino 哥他家，他这已经超熟的了。真的，知道为什么吗？看他的脚。在什么时候换鞋啊？你完全就是一个 local feel。超 local 的，我们刚刚剪完九孔，全身湿透了，就过来录下一关。但是穿拖鞋啊，你们怎么不讲啊？你们三个，我们这个楼上是你家耶？当然不是，当然这是唯一我们这一次我来过的地方。哦，真的？但也没有熟到是我家，只是你们看起来就很熟。我第一次上节目，觉得来宾被弄。我们努力，我们从来从头到尾没有一次没弄你。好，那各位观众多担待，我这个袜子都还没有干。对，所以我们动哥啊，好，下任务。我们到了九份号，来到这边一定要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。所以你们一定要。你的鸡呢？鸡都来不及了。好，谢谢嘉士丁帮导演带一个鸡。好，来到这边啊，分成两组去找，一组找霸王，一组找欧尼。找到了以后，到九份茶楼集合。九份茶楼集合。哎，共享美食。共享美食。哎呀，不错。欧尼是救护车，然后你再来的话，你就变一欧了。不是，这个是我们小时候跌倒，然后欧尼。你反而这样发音标准呢？我们等一下要，我们等一下要吃的东西就是欧尼。对。大王，你知道吗？肉圆。我跟你讲，这两个东西你们肯定名字不知道，但你们看到一定知道。OK， 很普遍的台湾美食。要八碗。阿蒋，看欧一，你最喜欢吃什么？欧一嘛。如果在这两个里面，其实我蛮喜欢八碗。八碗。那我们就欧一了。OK， 出吧。欧一长得怎么样？汤姆我就不知道。Korean。啊，hello， 哎。안녕하세요。Fukuro-hachima。Means。Fukuro-hachima。Means。What this means？ 啊，菜。Don't be shy。啊 ，Yeah。Don't be shy。所以我讲的是真的啊 ，Fukuro-hachima 是不要害羞。你讲汤姆呢？拜拜。拜。哎。我好喜欢九份的这个风格，真的很漂亮。那为什么那么多外国人来九份？是因为要看到这些山啊，这种小节啊，真的很漂亮。Hello， 你好，吴思妍。哎，吴思妍，你过来一下。今晚是谁家？今晚是你吗？对对对，是我们。真的。谢谢。OK。哦，好棒啊！遇到观众。哇塞，吴阳高人气哦。是不是？哦，很好很好，看得我也很开心。欢迎光临哦！肉圆是这么包的，没错，肉圆哦。这一家，那你们好，你好，老板娘你好，你好，地上我要确认一下，111。哦，就你们这边，对。太好，老板娘，那个贵姓？严小姐。哦，严小姐，哎呀，你好。随便哦，许小姐。我们这大锅换一个东西，那今天来说是应该要换食材的，换美食。你们这边最有名的，不会是欧阿米耍吧？一定是红烧肉圆嘛。对对对，我们用打工换你的肉圆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好，许小姐，我们手都洗干净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需要戴手套。哎，手套很重要。这什么？这白白的。白白是米浆、番薯粉。对，然后再来米粉、三种粉下去粉。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吃到肉圆的外面的皮，对不对？红烧肉圆，基本上是猪肉嘛，但是红烧再把它就是变成这样的颜色，然后不一样的口味。这为什么会这么？哦，是肉哎。对。来一个，来一个。来个底。OK。对。捏一些水。捏一些水。哦，好新鲜哦。太多了，这样就好吗？可以再少一点点，再少一点，大家会包起来。OK。对，好，这样刚好。成本也太高了。刚刚好。这样子。这样子可以再集中一点点。好，真的。这样可以，这样很好。Hello。好，完了以后嘞，来肉片，捏。好，肉片。对。放上面。捏吗？可以再一块。再一块，因为我也在看你的分量。可以 ，OK。我就这样。OK， 好，这样刚好，对。
真材实料。怎么保起来啊？可以吗？可以吗 ？OK。我给你这走一个平衡，如果你在安奈平衡，怎么样？大概是。这个蒙古铁，对不对？看这边哦，感觉到不是我们的语言，因为这边客人很多，全部都是从外国来的客人。这样，好，下去。OK。然后嘞，这个压力好像太多。这个压力，这个分量很难拿捏。五羊，你等下试试看，真的很不容易。啊，可以，还可以剪。我若不小心把红色用到外面，没关系。没关系。真的吗？对，没关系。哦，掉了。老板娘，我就把它全部都包起来了。我再示范一个给你看。我觉得大概知道那觉得怎么样，老板娘？太厚了，太厚了，是吗？皮太厚了。差不多。看，再穿，炸，打一下。捏他一下，你看，你为什么要打？为什么要打一个肉圆？你跟我说。因为很舒服，很舒服，摸起来触感不还蛮好的。软软绵绵的，好可爱。哦。OK， 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吗？我两个都 OK 吗？你的可以，你的可以，你的还太厚了一点点。再拿掉一点，太厚了，太厚了，太厚了。我可以拿吗？拿一个，拿一个来看一下。这个是已经好了吗？对对，这是已经好的。对，这是不能吃啊。不能，他说好了。是好的啊。但是不能吃。对，这是生的，因为有加过生粉要煮。哦，咦，那它的芋头，你们是用哪里的芋头？大甲。大甲。大甲，大甲芋头非常有名，在哪里？大甲在台中。台中，嗯，所以。所以，我们那个芋圆刚做完。做完。对，可是我们还有那个地瓜。下好，我转，我转，我转。我们现在好像在，就是寿星的面会。来，你做工够好吗？怎么样？你赶快进来好不好？进来啊！怎么做？教我们一下。你要把它这样子搓，啊，边搓边拉。边。对，边搓边拉，把它拉。抓特写。哦。哎，所以它这个没有办法像说像我们这样做拉面这样子，可以这样。没办法。不行不行。然后走。哎，怎么了？哎，把它弄一点出来去。弄一点。哎，把它撒一点下去，不要撒太多。好。这样子。对。够了吗？够了。切的时候是不要让它粘住，它拿一个刀，然后你就切，对，切这样子的大小。这样。对，慢慢走到旁边去，要轻轻的切掉。轻。这样。哎，有哎。有。而且你做的都很平均哎。我，大姐，我做了什么？为什么都卡卡的？没有，它用这个，如果切比较短的话，它就会变。好疗愈哦，超疗愈的。上的不要补这个。你也可以切啦。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我们这样的速度 OK 吗？你看一下我的速度，我速度这样。对啊，你会就之后你就会越切越快。哎，你干脆放在这边就好了。不行啊。你每天爬楼梯很健康啊。一般我们在市区啊，吃的肉圆比较不会吃到红烧的。对。好像大家想要吃红烧，就会来九份吃。对。到底一开始怎么发想会有红烧肉圆？它的口味真的会比较不一样吗？因为红烧它本身有点带有中药。中药。对。哦。中药成分。咦？那表示真的有红烧肉圆，表示它吃其实对身体也好。对对好。哎，你这颗不错。你知道我是哪一招吗？哪一招？我先跟你讲，你找到诀窍了，我找到诀窍。其实我们快啦、啊，你再一个，我再一个就结束了。这么快吗？对啊。我们俩，再一个，综合。你看哦，大概在中间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就是正式挖，把它摊平，然后正式挖。哎，对哦，是不是？然后正式挖。
被老板娘承认。哇，是不是？你跟我下腰啊？这可以吗？可以 ，OK， 很漂亮。还有没有哪个要求？这样就差不多了。很漂亮哦，这个一定会卖得很好，我跟你讲。其实你看，我们跟他们没有差太多、啊。都一样，一样，一样，不用比，不用比，不要比，就不用，不用，不用伤害啊。有重量哦，它在哪里？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可以了。OK。OK。那我们就起蒸笼。下。OK， 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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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哦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我其实还没考驾照。来，你去那边。好，现在呢？一次推进去吗？对一下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。好 ，OK， 这样就等十五分钟。哇，好聪明的感觉。哇，其实我第一次看到可以直接推下去一个。这个靠箱嘛，机器一定是越来越聪明的、啊。真的。好。对啊。不然你看，如果像他们这种小女生，又没有你像你那么大力气，那怎么办？啊，真的，是硬要压吗？那就可以了。哦，那请问你是用多少度？哎，差不多。嗯、不行，差不多95度左右。95度左右。老板娘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哇，很漂亮，你们做的很漂亮哦。哇塞，很聪明哦。对，确实。没有差太多了。没有差太多。我们有上次有成功。Good job。不过当然，那个刚镜头下面，因为许小姐还帮我们再修了一下。不要这样讲，这个东西嘛，没有，我们要诚实。啊，没问题，对对对。哇，帮忙。所以我们今天等于是打工完成。对，打工完成 ，OK， 成功。下次我们会再新的一个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你看这个一好吃哎，对啊，对不对？也孝敬一下，不要孝敬啊，慰劳一下工作人员，一定不会输给他们。走。哎，你小心点。你这大车不叫的。教你好，阿秀跟你讲一下。我最近学的一句话，拜拜。好，直接到。哎，真的好烫哦！啊，是不是？你还在那？阿秀跟你讲一下。啊，苏老板，苏你啊！小范，来你教一下。好。是啊。你看，这样子这边不要大哥了。哦，有。好 ，OK。好的。哦，赶快捞，赶快捞，捞到哪里？捞到哪里？用这个捞，捞到这里面吗？捞到这里面，就直接捞。直接捞，不用犹豫吗？对，当然直接啊，难道要间接捞？不要甩啊，不要甩水。不要甩水，直接捞。对，直接捞，直接捞，不能间接。我换你相信，我手在干嘛？哇，我都红了，捞红起来。不要甩水，要直接捞。不要甩，直接，就跟你讲，直接，不要间接，不要间接。好，这个怎么？哎，这样好了吧 ？OK 了。OK。哇，你看那个里面的汤多软。对啊。很烫啊。谢谢。没有关系。恭喜你有三个可爱的小孩。谢谢，谢谢。六哥，嗯，这家店好富足哦。哦，对啊，装的还蛮漂亮的。好吧。哎，等一下，142号。哦，那是这边啦，我们走过头。哇，还有逢水的感觉。喂。嘿，我们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你们还在哎，我们来了，你们对，好棒，哎呦，我们今天真的好孝顺啊，小心不要踩到我的鞋，我以为你们会来的，我以为怕受伤，我只能说，你们怎么会这么久啊？因为我们准备了好多分的肉，我好舍不得吃哦，为什么？这是我的最后一站啊。我这么多集的任务，今天这个是我完成，功成身退，然后呢？
下来就放别人啊。不会，所以我这几天留下很美好的回忆了。不会啊，你不是要固定下来，然后他们两个其中一个，偶尔就突然渴了。哦，喉咙好痒，不能走。好奇怪，不能走，我踢到了手。今天的午餐开始上来。没有啦，跟你开玩笑的，每次玩这个累不累？下次还可以再来我们节目。对，我不吃任何人的口水，包括我爸妈。比如说你们夹过的菜，我就不会再夹。啊，真的吗？如果你们这几天有发现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，啊，对，我都是先夹，夹完我就不会再夹。对，包括我爸妈。为什么？但是你记不记得我们去九孔池的时候，啊，那位大哥他是把他的氧气让我吸，而且他是怎样知道吗？他是这样，哎呀，多爱呀！但是他是热情的 ，I know， 他是热情，我非常感激他。但是你还到了寒心。我其实这个人禁忌还蛮多的，如果有机会再来，你们还会发现我更多。真的，不可思议的事情。那要再发，一定要再发，一定要再还要再。那我大概下个礼拜就退出演艺圈。下个礼拜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我很怕你们找我。你那么怕我们？我们还没跟你说。不是，你们节目太真实了。真实啊，人不是玩的吗？没有一个是讲好的。这没有。谁有讲好？我们刚刚才想到，你们的骂完啦。怎么骂完的？哦，真的耶。还要吃到几份？十个，大家吃啊。没有，刚掉在路上。吃完我们就好了，说，哎，可以 ending 了吗？大家自己想办法玩了，好吗？可以 ending 了吗 ？Happy， 谢谢。坐在沙发上把台湾彻底玩一遍，这样的梦想，我可以陪你一起。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。请问今晚住谁家？赶快来订阅哦。